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回学校，今天是来拍一个中传 B 站的任务视频，然后今天特别好的是，就是可以吃到学校的披萨美食巷的视频。然后我今天其实还没有吃饭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能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那种吃播的状态，因为你没有吃饭嘛，你很饿嘛，然后就是有那种美食的欲望，你知道。谢谢。我曾在这里拍过 MV， 跟那个小提琴王子，结果我们的 MV 夭折了，你知道？是很好的样子，感觉学校关开了就有那种春天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风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么大哦。前几天张艺谋带他那个悬崖之上嘛来我们这儿，然后我因为那天有事我就没去看，主要是真的一票难求，你知道，所有的人都在。今天你艺谋了吗？就是艺谋嘛，你知道。来看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摄影系的同学的每天的设备。不是摄影系，不是影视，反正你就摄像大哥看一下他的包里面有啥。相机。相机昂贵吗？多少钱啊？含钱300块钱，你到时候拿着这个。哎，对，我想买一个这个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好像挺便宜的。对对对，主要是便宜我才想买，贵了我也不想买。哎呦，这么不专业，我突然怀疑你的水平啊！太有意思了，知道。这一包你就跟我说来个大桶价多少钱？我问一下也不买，我的意思就问一下。这个人七万五，对，7万5粉丝，7万5粉丝，看着不像吗？我得赶紧打个招呼啊！这快10万了，就给发一下我号了是吧？我上不去了，我现在卡顿了。2万5就是，快上去一点！哎，欢迎关注。7万5太夸张了。能蹭一蹭，蹭这个蹭博主流量吗？蹭，随便蹭。只有25粉的卑微摄影师。值班啊，今年才有的一个啊，这个牌子我也好想拥有，脱下来磨成，好想拥有，未来的梦想，这个梦想也太那个啥了，咱要有大点巨门逼格好不好？中中一层，中一层，太远了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。这么多的人要是不想看，来来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哦。啥都好。呀妈，这工作福利太好了。我的天哪！哇、哦哦！你们说几句话，我笑死。1, 2, 3, 1, 2, 3，准备了啊！对，这个是土豆的，我们只点了半张，但是师傅给我们做成了一张，我以后一定要经常来玩的。就薅羊毛的快乐，观众朋友们应该懂了。然后这边呢是这边是这个水果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榴莲的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、就是、多说点话，小伙子别羞涩，怎么回事？没有，看到美女羞涩呀？那谢你转来的生活我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已经饥饿难耐了哈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哎，我现在拿点儿都开始了。别羞涩，小伙子，你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接着，接你。不是，来，咱开撕好吗？我这叫偶像包。哎呀，我这得打，别把我的金点露出来呀、啊，这是财富的象征。我现在拍完了吃播，我们借公款吃了一大桌子的披萨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要去见一个我本科时候的朋友，我们起了一个叫做 United of Swapo of Beijing 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简称就是 USB。 Hello， 这是我本科学校的两位，这是律师，这是我们的传媒高端人才啊。人家说了，哎，那边有个黄毛刚才进去被我拦住了，大家都注意一下啊，不要。Hello， 美女。This is 北京。我们现在位于的呢是哪里啊？北京的南锣鼓巷。北京的南锣鼓巷，对，现在就是如大家所见，美女逛街，谢谢大家。秀出你的帅气，翔宇，秀出你的帅气。我今天逛
北京胡同，你知道，我就进去，我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方向，结果我一逛，嗯，就在里面迷路了，你知道，而且胡同里边的那个信号也不好，然后我导航也导不了，我手机还快没电了，你晓得那个胡同里面又没得什么充电板的，我真的是很无语子啊，真的。哎，这里面好棒哦。想吃冰淇淋吗？不想吃。想吃一封情书吗？不想吃。打扮一下是吗？没事，你看我都没有化妆来的。好久不见，嗨，好久不见，打工人小李。姐妹儿，太帅气了，我就喜欢开车的女人。嗯，这小水好久没摸过了。开车的感觉。他们俩想见我吗？应该想吧。你在录哪里？录你的鼻孔。要收费，我们停路边吧。就是这么抠啊！我们现在到达了小吃街，这个花好好看哦，姐姐，好好看，不超五块就给你买。我刚才说的十五，你让你看到看个九块九也算数的。我献给你这个，老板来了，多好看！我要这个吧，这个，来送给我。哦，不是，我说他送给我。哎，跟你的项链很搭。对对对，我的项链很搭。谢谢姐姐，用信用卡买的，九块九还要用信用卡。谢谢谢谢姐姐的奥路。哎 ，O O T D 啊，到了维府的花店，双胞胎哎。可以在这里兼职啊。拿我这个。这个女人不懂得麻将的美味，吃什么麻将没那耐心。这个是这个送的纸，好可爱啊！我收着收着，那就两张呗，一人一张，见着你送俩。给你一个这个，你走的时候让我走，你刚走，我说红要来，我说红是谁？网红啊，那网红是谁？你要啥菜给你煮？提到一个网红，就想到他们，第一时间他不到位，他立马说，我一直觉得他是明星，没觉得他是网红。这个地方我之前也来过 ，yes。他来是下大暴雪的时候来过，雪那个雪都已经厚成这么那个什么，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在那儿踩雪玩，然后还有我的猪叫。为什么我这件衣服在你的项链里看起来特像村儿？村支书其实非常时尚啊，姐姐这个西装特别时尚，姐姐哇，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个好好看！